经常经营城堡的老板们会在夏天给城堡搭一层遮阳网，来防止孩子们玩起来太热。这款水电的新品城堡可以让孩子们在上面玩起来更凉爽一些，搭上遮阳网，还有水电上温润的触感，别提多爽，让孩子们玩也玩得舒适。想咨询新款水电城堡与航兔乐园的朋友，欢迎私信